呢，来到 Tasmay Studio 来拍摄 How Living 美味生活的最新料理节目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一道非常人气很高的这个甜点，就是荷兰烤松饼。让我们看下去怎么做。将两大匙奶油跟铸铁锅一起放到烤箱里预热。我们再拿一个大碗，用打蛋器将蛋和砂糖稍稍的打发到出现一些小泡泡就好了。接着呢，我们将中筋面粉、牛奶还有香草精以及盐倒入到蛋液中，搅拌均匀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再将铸铁锅从烤箱拿出来，并将面糊迅速的倒入到锅中，轻轻晃动后，我们再放入烤箱，以220°C 烤15到20分钟，直到面糊蓬起，呈现漂亮的金黄色，就可以拿出来了。烤好的松饼呢，还可以用新鲜的草莓做装饰，并撒上一点糖粉，就很漂亮喽。这个荷兰烤松饼就这么简单就完成了，那是不是觉得超级容易做的呢？好，如果说想要知道 Katie 更多美味的食谱，那么就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